林林42岁嘅妈妈黄荣文，星期三被裁定疏忽照顾儿童罪同埋妨碍司法公正等罪成立。黄荣文嘅丈夫凌耀宗亦都被裁定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成立，两个人需即时还押。法官在星期四听取求情，法官薛伟成说，这一宗是最严重的疏忽照顾儿童案，这条罪最高刑罚是10年监禁，若果判这个刑期亦都不为过。法官在裁决之后慨叹，林林就好像一个被困在已经废了躯壳的灵魂一样，现在就好像一棵植物，甚至好像死了一样，被人剥夺生存的权利。法官又指，两个被告明知而向各方提供假资料，去隐瞒一宗性质非常严重的罪案，企图误导警方的调查方向，而且在法庭继续讲大话，必须严惩。本来黄荣文的一对孖女亦都曾经因为有份向警方提供虚假资料而被捕，但是警方咨询律政司意见之后，鉴于他们当时只是15岁未成年，而且是受父母指使，最终没有检控他们。东网记者岑子浩报道。